一个台东的嘉宾湖，因为参像是珍珠共款圆圆的形状，搭配着伫个边啊的景致，被称作是天才的目屎。伊伫个平溪乡东湖村的宝珠湖地区，冒一处水池啊，坐落伫个一片的稻田当中，空中摄影的相片看起来就参像是嘉义版的天才的目屎。伫当地的农友伫个最近休耕之后，是来报种着油菜花，在最近嘛陆续要来开花，含周边镇红的落雨松互相回应，形成缤纷的残增红毛。往年冬季周边落雨松转黄的时阵，正是稻作休耕的时，因为边啊拢无花海，显得苍凉。去年一季稻作的时，伊伫屏东地区网络社群发文祈愿，希望当地农友会当伫休耕的时阵种植绿肥植物，也增添花海景象。今年元旦了后，周边出现规片的油菜花田，互伊真感动。最近也阁翕到蓝天白云、水田倒影，搭配着落雨松甲油菜花田。的缤纷景象，目前油菜花田正伫咧盛开，无同的色调互相辉映，非常的美丽。希望借由这片花海美景，和平乡更增添新的景点，活络地方。这因为一寡爱好空拍的人来吼，啊来因底啊翕翕翕翕，到尾啊吼，变作讲伊看到只一个湖。好、哦、啊，看到遮一个湖，当作这是宝珠湖，其实宝珠湖是伫下面的，嘿，较下下面，迄一个地号名，嘿，哦，是地号名，嘿，啊，这所以这说说话有讲误导去啦，哈哈哈，嘿嘿嘿嘿，好啊，到尾遮是迄个出来咯，嘿，这是来农用出塘啦，嘿，农用出塘，啊，遮景观吼，就是讲遮梯田吼，遐属于一站一站的呢吼，遮伫咱遮咱平原比较较少啦，吼、哦，可能伫北部嘛，唔知有。唔知遮啊，即唔知啊，对分地做遮是梯田，即个景观算真水啦，嘿。哦。啊，今年佫也一挂油菜花吼，啊油菜花，所以油菜花起来吼，变作讲红色搭配黄色吼，非常的水，嘿。哦。一两千人来可能有来，几十间啊吼，即正十间可能一两千人来走袂去，嘿。啊，像安尼来，敢会讲对恁农民也是迄落个造成甚物困扰？哦，袂，我感觉即卖人吼水准足悬，嗯，嘿，因为咧。正十天的假期吼，无看到半点的粪扫。真的，即卖人真正作战。宝珠湖位于民雄乡东势湖接平丰寿村的区域，只要搜寻民雄宝珠湖，就会当导航到这个所在。只是田间的道路真矮，请想要前往的民众注意行车安全，而且附近无停车位，民众若是要开车，建议爱停放伫安全的所在再步行，或者是骑机车、甲单车前往。新新闻，中来行，民雄乡采访报道。